呼唤配偶进入细胞创造器。哦哦哦，我懂了。我们找一个配偶，然后我要跟他交配，然后生下来宝宝就可以有尖刺。哇，他好大只哦，不愧是食肉动物。哇哦，耶、yeah, ，生宝宝喽！啪啪灯短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玩一个非常久远的一款游戏哦。这款游戏的名称叫做孢子哦。简单来讲，它就是从一个浮游生物，然后慢慢演化、进化，然后达成外星文明的一个算养成模拟游戏吗？我不知道。总之，我们就直接开始玩玩看吧，进行游戏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一个看起来比较顺眼的地区，感觉这颗不错，这颗不错，这颗看起来最像地球，有没有？它有绿绿的，又有蓝蓝的。那我们就直接从细胞阶段开始哦。从最初开始，在 Spore 的史诗旅程中，养育你的创造，让它从卑微的水中生物进化成未知知觉物种啊，就这样子一款游戏，有没有觉得很棒啊，各位？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啊，直接就开始游戏吧 ，Go！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有的没的，素食生物吃植物，荤食都是生物吃肉，嗯，我们当然要选荤食的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要吃肉啊，谁跟你小娘炮吃植物？然后选择难度哦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哦，我以前其实没有玩过这款游戏，我只有看过别人玩过，所以说我们就从简单开始好了，不要太难，我们轻松玩就行。下一步，然后这是我们的星球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取一个星球名字，叫它红月星，好不好？红月星听起来超白痴的，红星好了，月亮就是星球啊，上面红月星是啥小？我们直接开始啊，红星，好不好？红星，哦。进去了，进去了，然后这是什么？一个太阳，一个恒星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母恒星了。我决定把它取名为太阳。然后这是什么东西？有个陨石飞过去哦。啊，这个看起来不像陨石啊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上面布满了结晶体耶。哦，陨石，真的是陨石哎，它要砸向那个我们的星球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的星球怎么看起来这么像素啊？不愧是老游戏，哈哈。哦，爆炸，嘣！这个就是我们生物的演化开始，是不是？哦，一颗奇怪的结晶体掉进了海里，所以说我们就是这颗结晶体，是不是？啊，应该说，这上面有布满我们的生命体征啊，我们就是从这颗石头里面孵化出来的，我们是外星生物啊。在 Spore 中，你做的选择会影响你的未来。OK， 我大概了解了。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始进食来增加 DNA 点数就对了。OK， 那我现在要怎么移动？我上下左右可以移动啊，还是我用滑鼠也可以移动？我用滑鼠可以移动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先吃东西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在干嘛？哦，绿色的是植物的意思，所以我不能吃，我只能吃红色的。哦，不错不错，我们就狂吃。天哪，哇，好怀念哦。我以前高中的时候看别人玩的时候，觉得这个游戏超棒。然后当时因为没有经济能力啊，所以说没有办法玩。现在终于能够圆了我这个梦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现在可以吃这个。哎，干嘛？进化进行中，其他细胞和陨石碎片是我们找到新组件的关键，是不是？好，它跑太快，我看不到。总之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吃这个东西，可以让我们进化。我们先吃这个，看一下。哇哇！我进化了什么？尖刺、攻击与破坏。我哪里进化出尖刺了吗？呼唤配偶进入细胞创造器。哦哦哦，我懂了。我们找一个配偶，然后我要跟他交配，然后生下来宝宝就可以有尖刺。哇，他好大只哦！不愧是食肉动物。哇哦，耶、yeah, ，生宝宝喽！啪啪灯短郎。创造细胞器，什么细胞创造器？他有给我们一根尖刺嘛，我们可以就是换一下，这样感觉不错哎，就是一根刺在那边啊，这个嘴巴我们可以放在旁边，是不是？哈哈，哦，我们这个是什么螃蟹，是不是？螃蟹的未来，然后剩下的东西都太过昂贵，我其实都不能装。好，那这样子可以了，我们就先这样子好了。为我们的物种命名哦，我们要取什么名字？红星螃蟹虫，因为它在红星上，然后又长得像螃蟹，就这样子说明。这样可以吧？标签是什么意思？标签我就不知道打什么了，这样就可以了啦。红月螃蟹虫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要生宝宝哦！
我们进化了，就这样子，进化论说的都是对的。那我们继续吃肉肉啊？干嘛？啊！我现在是嘴长在两边哦。哎啊！我还不能够用我的那个那一根去吃，是不是？哎，小心避开它，我们离它远点。我们这个进化的不太好啊，我们只能用从侧边进食。哦，干嘛？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哎，不要过来，不要，他在追我，他在追我。哎，等一下啦，不要啦，你去吃其他人啊。我们互相不侵犯啊，不要追我啊！哎，他怎么一直在追我？我要死啊！哎，哒哒哒哒哒，我们赶快游，赶快游，游快游快一点。哎哎哎哎，他咬我！哈哈哈哈，还好我没有死，我刚好残血，我怎么游这么慢啊？我现在就一直在吃其他的小人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小人啊，我讲什么？吃其他的小动物。然后，哎，我吃东西可以回血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这样好难吃哦，我现在快发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这一只，这个嘴巴长这样很难吃啊，这是失败的演化、啊。哦，我们现在是怎样？我们变得更大只了。哎，不要追我，不要追我，不要追我，干嘛啦？你想吃我的大根是不是啊？我就来捅你，还想跑？你只会欺善怕恶是不是啊？你们这些人只会欺善怕恶，过来哦，捅你屁股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对对对对对 ，nice！ 哦，吃爽爽！我靠，这东西，这东西，哦，背景怎么一直超恐怖的东西？哇！哦，怎么，我们又变得更大了？我们现在已经，这是一般的泡泡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跟泡泡差不多大了。干嘛啦你？一直在我前面晃来晃去的，你们懂一个食物在你面前晃，你会很想要吃它吗？啊，然后我下一阶段是要到这里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可以那个呼唤配偶进入细胞创造期，不过我先领到下一个基因片段好了，我下一个基因才会比较好，就是进化之类的嘛。等等再教。哦，可以了，我现在变得更大只了。哦，有基因片段可以给我吃的吗？我目前好像也没看到类似的东西啊。好的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拿到什么这个什么鬼东西的基因片段哦。我现在就是先繁殖比较重要啊，繁殖一下，繁殖一下。我要改造一下我们这个身体，不然有点痛苦啊。这个教我们嘴巴不要长在侧边啊，这样很难吃东西啊。哦，我们现在又可以调整了。我鞭毛其实可以多塞几根吧，这样我可以游的比较快哈。然后嘴巴要放前面，鞭毛要再塞一根。哦，我们这样鞭毛超多根，这样游超快，这样应该会更利于生存吧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眼睛可以放在，哦，看起来超像鱿鱼的，这什么鬼啊？我还可以取一个新的物种名称，哎，红心螃蟹，鱿鱼好了，红心鱿鱼啊，这看起来就超像鱿鱼的，有没有？看起来蛮好吃的。然后我们接着就继续嘛，对不对？继续用我们的嘴追去咬人啊！我们这样真的游得很快哦，我可以那个了，哎，怎么？我拿到那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喷毒，所以我下一个阶段是个喷毒，是不是？那我大概了解了。我现在就是各种咬，我现在游很快啊，游很快，看到人就给他咬啊！哎，他们也会喷毒哎、欸，他们的毒还比我还毒啊！我被咬死了，啊、那我这一阶段要重来是不是？太扯了吧！哇，那喷毒蛮猛的、欸、我感觉我需要喷毒才会比较强，我可以呼叫配偶直接喷毒好不好？哦，喷毒过于昂贵。那些我可以把我的脚拔掉，然后来喷毒，要怎么喷毒比较好、啊？哦，我现在发现我可以调整它的那个身材大小、欸，哎，比如说我可以这样子，有没有？然后我这个就可以摆前面一点，这样感觉不错、欸，哎，它越来越奇怪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不知道取什么名字了，红心怪怪虫啊，来试试看那个喷毒的效果是什么。有吗？你有在喷毒吗？喷一下，喷一下，让我试试看。哦，我变得更大只了。啊，重点是我要怎么？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怪人，有怪人。
欸，不知道我要怎么喷毒啊？哦，它会自动喷毒，欸，各位有看到吗？ 我在自动喷毒。欸，走开，我要给我吃东西。所以说我其实可以对他们喷毒就对了。我喷他毒，欸，他完全没有想理我的意思。哦，这个就是我的大哥啊。哇，想不到我们这个物种这么有竞争力啊。走来走去都可以看到大哥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啊，他被毒死了。我们追着他，我们毒就一直喷他。我觉得毒没有很好用哦，其实。我现在就只能一直追他。粉红女是什么鬼东西？哈哈哈！互咬时间。哎，欸，我是不是毒不死这种东西啊？算了，我来吃别的东西好了。哦，各位，他掉了一个新的东西，欸，我马上来吃一下。别闹啊！别把这个推走啊！我给我吃啊！啊！我要吃到它，吃到了，吃到了！我拿到什么？这是加速度的，欸，喷嘴，感觉好猛哦！我是不是要赶快来繁殖一下？繁殖一下！我觉得这个嘴巴很难用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！不要吃我！不要吃我的屁股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喷嘴，我可以把这些绒毛拔掉，是不是？只塞这个，这样它就可以狂喷嘛，狂喷。然后这个不要毒啊，我觉得还是刺比较有用，刺真的很强。红心尖刺虫登场，然后我们应该就可以直接进化到后面了吧？哇，它这个喷气也是蛮有趣的，欸，它真的就是慢慢喷，欸，但我觉得我很难吃到东西耶，欸，很难吃到东西，因为我的嘴要对准才行。哦，各位，他又喷了一个东西，电极，电极感觉屌多了，欸，各位，我感觉我可以来那个进化了，电极超猛，欸，就这个东西是不是？他刚刚用一个电极，有没有？他会电极，欸，很强，欸，电极很强，欸，不过我还是先吃一点东西好了，我再吃大一点再说。哦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一个新社会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直接要跟那个配偶交配，再生出更强的下一代好了。哇，这样如何？我们有电极，又有刀，这个就是红心放电虫了。然后接着，我现在就是会发电来电着，然后小心点哦，你们，就是你的电你的屁屁啊！哎、欸，电他，电他，电他！哦，我打赢他了。哎、欸，放电很强哎、欸，因为他那个电可以打穿他的装甲，很猛哎、欸。哦，各位，我现在真的变得超大了、欸，我已经不知道，我完全看不出来我到底变得多大，反正我就是变得更大一点了。感觉右下角这个剂量表快结束了，结束之后应该就是换下一个阶段，我们就已经不是这种浮游生物了。我们 OK， 我们就继续玩一下好不好？哦，各位，我满了，然后呢？怎么？我进化出脑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是有智能的生物了，恭喜你正踏上知觉生物之路。OK， 进化出腿部并上陆地，我们就直接 Go。哇，然后这边各位观众就可以看到我这样慢慢进化，没有荤食生物，哎、我是食肉生物、欸，我菜都不吃的，我就一直往下走、欸，然后 OK， 然后接着是怎么了？登陆完成细胞阶段，并爬上星球的陆地。好，接着就是长腿哦。但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集就先玩到这边结束好了啦。如果各位观众喜欢我们这个系列的话，可以留言在下方告诉我。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